丝包菜酸辣土豆丝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小小。好尴尬。我现在准备点午饭了哈，因为最近我是和工友他们一起吃的，为了生活，为了省钱，没得法的。然后因为昨天哈，我们吃了一家那个木桶饭，还挺好吃的，比食堂好吃。然后我就准备以后天天在外头点那个菜吃了。你们都说秀秀和他们一起住不习惯，其实哪有不习惯的嘛，都是老乡，都是熟的嘛，住在一起有时候比吃个噪音哈。还有话说的，今天中午就点一个那个嘛，点个土豆丝、小炒肉，还有个红烧茄子就 OK 了，点三个菜，几个人吃够了噻。我看算一下，五个人吃，五个人吃就够了，因为我们这个房间是住了五个人。给那个老板打电话，他送过来，挺安逸的。跟你说，啥吃都有。刚刚那个饭点好了，然后我现在把衣服来洗一下，在这儿洗衣服就没在屋头洗方便，啥都要拿下面去洗。每次坐这儿的时候都要斜起身子坐，不然都要撞到。在工地上洗衣服唯一的方便就是这个水费不用出，为啥要出水费？菜也不怎么好吃，所以说我们就泡酸菜吃。